我们舞蹈团队一起来到我们台上，还有我们今天的表演者哦，有我们的主持人，还有我们的也一起来到台上来一个大合照的时间，来一个大合照的时间。希望呢，借用我们人舞茶庄今天的开幕茶会呢，在我们的庆典盛会进行之中，大家都有这个照片来做个纪念，而且呢，照片来打卡一下，打卡的，帮我们宣传广告一下下啊、哦，让我们的人舞茶庄呢能够客源不断，日进斗金。OK， 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愿望一次达成的概念，有没有？有我们的恶魔，还有 Baby Queen 以及 Haki Girls， 都是我们知名的舞蹈团队之外的，还有我们非常优秀的 DJ， 也是我们 DJ Kathy， 以及我们两位主持人 CC 还有君君，来请大家来留下画面、照片、身影哦。但我们节目还有非常精彩，只是在中间点呢，让大家一起在舞台上包处留下照片、画面、身影哦。好，来看着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。OK， 好，有谁看哪一个方向？来，看着前方。那边遮住了，拍不到。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啊，也帮我们拍。补充一下，我们今天非常热闹以及盛大的一个现场。来，先看着我们前方这一次哦。我们左边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好，以及我们右边的朋友，好，冠军之后 ，OK， 接下来呢，也再一次要感谢我们台上有我们的 DJ Kelly， 还有我们恶魔台 Baby P， 还有 Happy。时刻，我相信的照片画面。